找点有意思的。啥呀、啊、这个？我给你找找啊。名儿燕子坐等车，要油，完随便进来的。随便进来怎么的？最近名改成坐等车哥来打酱油。小主播呀、啊，可怜可怜我哥姐们，这主播咋残疾啊？不好啊。好像是。这多少人主播呀、啊？直播间？100来个人。你都协议吧。嗯，也差不多。哎，现在我都出名了吗？就是知道我去一两个主播直播间，那主播一两个直播搁那直播呢，改个名就坐等啊，哲哥来打酱油，那就去往床上一躺就睡觉，那就去看他，他有这份心就看他去、啊，就不让他失望。可虽然说照顾不了我去，我去过一回，因为小熊无意点进去，因为我去过一回，我去过一个五弟的直播间，那小子就小胖。那小子直播间才他妈十个来人，还十个几个人，四个人啊！完了，他就搁那躺着睡着了。完，我一进直播间，惊醒了10000多人。来，挨这把火来。2411127。我这既然这有希望，咱就别让他失望，我圆了他这个梦。多少？24111127。241。127。241127啊，走。你看这小子，坐等哲哥来打酱油，你瞅瞅。欢迎我哲哥，欢迎我哲哥，不是，哎呀，哲哥真来了，哲哥真来了，欢迎哲哥，哲哥真来了。你这个我太感人了，我要流泪了，我要啊。那啥，我耳机刚坏了，耳机坏了。你点我呢？耳机坏了。我他妈点我呢，在这儿啊。啊。他能当大主播呀，把阿哲点舔明白的过来就点我，知道我也在这看直播呢，是不是？人耳机坏了，让易思言你给邮一个。谢谢七叶哥，谢谢我哲哥家的所有人啊，谢谢你们，真没想到今天是我哲哥第二次到我这儿，我第一次来过他这儿吗？不知道啊，第二次到我这儿。你们跟他说，你说之前来过吗？问问他，之前来过吗？这设备不行啊，家伟哥。我的妈，你玩呢？我也没去，你等谁喊谁呢？你在这儿啊？之前我哲哥来过我这儿。对，来过一次。你们这都，对，来过呀，哥，来过家伟哥。我哲哥来过一次，那时候他来的时候，不是、他一个紫金号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没去那频道啊，你跟隔空跟我对话呢，你在这儿啊？你等一下，嘉伟哥，我给你卡个马甲吧，嘉伟哥。你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你。嘉伟，我跟你说，他改这名不是让我打酱油。你先听我说，他不是打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他有点想法，真的。他不是让我去打酱油的，他知道我去，你也会来，你也会听。完了，进屋第一句话说的就是耳机坏了。这小子，我跟你说，他是要坑你耳机啊！你看看，这小子进屋第一句话，他就是坑耳机。我跟你说，因为我这种智商来分析，这小子指定是管你想要耳机，给的呗，那就是假的，给的。你们打，耳机坏了怎么办？你们打，来，右边公屏打，耳机坏了怎么办？我看他咋说了。谢涛哥，谢谢你们啊！我公爵是假的，我。耳机坏了怎么办？我那耳机坏了找嘉白，耳机坏了怎么办？找我嘉白吧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对上了吗？你看看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是啥人？我一测就能测出来，真的。这小子绝对是真盯着你的，他不是盯着我，他改着名，他不是盯着我，他是盯着你的，你知道吧？谢涛哥，哎呀，没想到今天我。刷点，应该瞅挺不容易的，给刷点。能听见是吧？就是我这酷狗放不了音乐了。你看看，我靠，这下一步又进行了，证明设备不好使了，白哥。那下一步开始了，耳机没了，设备也不好使了。大师想让你给邮一套设备，再来个耳机，完了找专业的团队给他调一下子。你这小子指定是这个想法，真的。哎呀，你问他怎么不做起来直播？怎么不做起来直播？问问他咋回事啊？他怎么不做起来直播？我哲哥应该走了吧？我哲哥，
不是，这躺吧，官方让直播。他可能是他这直播间小，没人管，没人管啥的。我操，给上个 VP 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子你他妈要是2893的铁粉的话，仨鸡巴自己给脱了。你要不脱，我就告诉他踢你，听不听着？听不听着？自己给脱了啊！快点的。这是我侄子这个小号是吧？四麦假的，靠，假的，那马甲笑了。这小子他妈的不是咱家粉丝，这上没有没有马甲的。这是小号。加百分的吧，咱就当乐善好施能服于人了，对不对？帮别人也等于帮自己，就当行善积德了。你给他整个耳机得了，设备就别交了。行，你把他直播间号给我，然后那个我明天我派人过去给他用，把他直播间给我，现在直播间 ID 告诉我就行，明天我去。241127啊。嗯。你给他个耳机，多钱不行我出还不行吗？别找事儿了，多少？24什么？多少？241127给他优耳机，这主播不容易，给他个惊喜。行，我明天我明天我派人过去，放心吧。啊，明天我派人过去。嗯，给优一个啊，基本上给优一个。不，给你困在那，你入住了。我撤了，我可出来了，我去嘛一会儿。我跟你说啊，加班，你明天告诉你那兄弟，你去了之后吧，去了之后我跟你说，你等会儿我把视频调下来啊。你去了之后告诉你那哥们儿，你就去了之后你就说那啥，你说我就过来给你送耳机来了。可不是整别的来的啊，可不是来这个乱乱糟糟的这整别的来的。你有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一整激动说：“哎呀，百哥来吧，入住我直播间吧，我直播间100多个活人呢，就是他们不打字儿啊，就骚这玩意儿啊。”你别这整出事儿了吧？我跟你说呀，真的，你瞅点，你就送耳机不送耳机，别一下整扎呀了啊！有的地方我该去去，有的地方不该去我就不去了啊！你们别跟整那没用的啊！